我都在地上抓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妮蓉。最近网上有一个很可爱的游戏，叫做《突遇 Coco》。然后它是一款鬼抓人的游戏，就是会有一个人当鬼，然后还有三个人会是生还者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就是生还者要在游戏结束时间前打开所有的箱子，然后按到按钮，然后逃离这个地方。那鬼呢，就是要在游戏结束前抓到他们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。好，先建立一个房间，逃狱对决。逃狱对决是，一个鬼，然后三个生还者。那我们来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成员有谁。第一个金色头发是 Jason， 然后粉红色头发是 Ed， 然后最后一个黑头发是阿鬼。好，我喜欢地图的说。好，配给道具。好，这一场我是生还者。要先逃离，要先逃离鬼啊！哦，还没开始哦，我在开始叫了，太夸张了吧？六个开关，六个开关。这哦，太快了吧！第一个开关太快了吧？哎，那个狼人走，谁？狼人是谁？狼人是谁 ？Ed。哈哈，哎，等一下，不是 Ed， 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是 Jason， 完蛋了啦！怎么是我们最聪明的那一个？第二个开关被按下，哎 ，Jason， 你虽然很强，但是我们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。OK， 为什么我不能开门？没有，他刚刚从地下室离开，我觉得他去找你了。他找不到我的，他都不讲话、啊。他现在都在偷笑，哎、欸，你看，搞不好跟在谁的后面？坏人笑法，真的超坏，我是碰不到。哎呦，平常都在这种奇怪的地方，这个到底是什么 ？Very dangerous gift bug， 哦。Very danger。哦，那个炸弹。我看到鬼了，好可怕哦！逃啊逃啊，快点逃啊！你真的不能跟，长得比他还可怕。哦，我也看到啊！我被揍，我被揍，我被揍！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啊！救救命啊！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都很变态？哎呦，他还在我的后面呢、啊！哎呦，你怎么跑那么快？哎呦，你看到我这只熊熊，难道你没有一点同情心吗？就不觉得哦，天哪、啊，超可爱，我不能对他坏坏，这样吗？啊、哦！救命啊！我没有办法好好开箱子了，各位，没有办法了。跑啊！在哪？跑啊！哇，你那边怎么战况猛烈啊？我还找不到箱子呢。但是我还按下了开关，他很想揍我，但是我按下两个开关，剩一个了，剩一个了。八次攻击，血量不够了吧？哎呦 ！MVP 是我啊！你还会飞起来啊？这场 MVP 是我吧？是吧？帮你炸了他好大力！我按了两个，我被他追的同时还按了两个。所以是一个人要找到两个箱子，差不多。等一下，怎么连你也在丢炸弹？他要揍他吧？我看到，我在看到鬼了。哎、欸，注意！哎、欸，跑了 ！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对方的直升机在这里，在这里啊啊！他直接把我炸下来！哦、超坏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这样进不去！你走开！我都已经这么喘，我在喘了，我都在地上喘了，你还想怎样？
就炸到。我在穿了，逃脱失败。成功拖两个人下来。来吧，来加入我们，加入我们的行列哦！第一个就直接被按下了吗？太快了吧！对，这场鬼是谁啊？一直都不讲话。你 A 哥，你澄清一下，你是不是鬼？他，我觉得他就是。我应该不是吧？应该。想不到谁是鬼啊！Ad， 你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所以 Ad 是鬼哦、喔。这个怎么玩？我走了，拜拜。哎呦，这里有一大片一大片按钮，我觉得就是这里了。啊，这么有米老鼠？米老鼠，咪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哦，砸下去，我掉下去了啦。救客。原来这边已经被开过，我以为这么高。我一直上，我一直掉下去，我要崩溃，我一直掉下去。鬼死掉会怎样？鬼不会死掉吧？鬼不会成为第一个死掉的鬼。你试试看啊。会死掉，如果你一直被打的话。对啊。你就被打到你觉得很多次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打一个人好不好？让我游戏参与好不好？我刚也这样啊，你有理我吗？我有理你啊。我不玩了靠，那其实鬼也没有很弱势嘛。哇，不行！有人去看过。我本来想要射他一枪，但是我真的很不会射。没有，这里的没看。哦。没关系，我过去啊。艾德。你不要过来。为什么鬼会讲这种话呢？你不要过来！你是想对鬼干嘛？你是想要强迫他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我的武器 CD 好了。哇，这里也太……对面最高那边，对面最高那边。哦，加嘞，好，过去，好，你来。啊，我上不去。这也太难了吧，这要怎么跳过去？我看看。我大概知道了的。我要自己把自己杀死，我在这里。这个鬼有操作困难怎么办？没有，我一直在掉下去。你有看到吧？有，没有没有，我刚才就看到了，我刚才原本目标就是那个，就是在下面等你们下来就好了。你刚是飞过去了吗？你刚按下 ，nice 啊，北方，我觉得我要摔死，这我的还没血，我残血。哇！逃了！北方，北方。残血。No！ 我那箱子要跳的跳过去，而且还很难跳。那好险成功了，我还想说怎么办？而且我刚刚那一场超白痴，我就一直掉下去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
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想要看下一集的话，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留言按赞订阅我的频道，追踪我 IG。然后如果喜欢这个游戏想玩的话呢，游戏的链接呢会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可以点击下载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哎，追踪我 IG， 按照我的粉丝团，打开 YouTube 的小铃铛，没有错，订阅一下频道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